有一个人，两个，快点，我们现在做实验。每个人都挥手。快点快点吧，尽力的挥手，看看他会不会怎么挥手。他们对我们很冷漠，他们都在滑手机，一个在往外面拍照。好，对，我们 hello， 哎呀，对 ，hello， 两个，我们这台有两个人回，目前四台都有回，对不对？有五台，有一台在滑手机，只有一台，四台呢？没有，有一台，有一台，有人啦，有啊。而且他们都在看是动物园吗？他们都听到你们的声音之后抬头，所以我们要发出声音。太快了！我们这一站有，我们的这一站就是动物园了，没有？是，没错，还是下一站？这一站过完还有再一站？有人吧？啊，这什么站？这个是指南宫。哎，真的是工作人员很好赚哎。那你们等一下，工作人员。嗨。他们站立。阿佑不能喝，阿佑收起来，饮料不能喝。我们先跟这边旁边的人聊。对啊，饮料不能，里面不能喝饮料。这台黄色的要挥一下，没有，我们荆州中路会经过这。开门，两位就跟工作人员说，工作人员你们辛苦了。好，你说你辛苦了，上班加油，上班加油。在这边，工作人员，Hello，在这边辛苦了，工作加油，加油。哎，等下就喊四个字啊，上班加油。工作人员，等下快帮我数1、2、3。大家都会，不好意思，我们都没戴口罩，因为我们是同一家人。不好意思，我们没戴口罩。拜拜，祝你们愉快。你们比口罩够我们六个赞，不够。你们有戴吗？没戴。哎，这还没轮。我们有戴啦。空空如也。在后面。哎，你好，后面这台。Hello。是个外国人，对不对？看起来。外国人。可以挥这边啊，那边啊。我们在南站，第一站就是动物园站，然后我们在南站，就是在动物园里面都有，不要再喝了。游泳里面不可以喝东西，到底要讲几次？里面就是规定不能喝。他有看到，真的不理牛，跟牛嗨。牛。
蛮高的，蛮多人，蛮让我好密集哦。你看那个，蛮让我意外。还有人，还有人，还有人，超密集。看 ，Hello， 嗨，有了，有了，挥手。真的比例很高哎。你好，八成。拍张照。很漂亮哎。你要录屏啊？那是什么球场？就是足球场。啰嗦。那是在棒球场。那是哪一个？操场而已吧。不是啊，哪一个？哪一个？啊！好嘛，可是这个操场这边应该都会往那边看吧，所以应该不会说。对，这边都会看景色，看风景。我早上不回了，好累哦，不回了。好渴。你是觉得？Hello，Hello， 拜拜。拜拜。手机。哎，有个在吃棒棒糖。哎，你看多了，你会被骂哦。我最好不能站着，对不起，我坐着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好凉啊！Hello， 你什么时候不打招呼？有，他挥手了，我看到他挥手了。你有想过如果被掉下去怎么样吗？什么？你想过如果从这里掉下去怎么样吗？一定会死啊！不一定啊，不一定。如果这玻璃楼就破了，那没人。Hello， 快点吧，爆掉了。掉下去，如果没事的话，你们要坐那个侏罗纪的公园那一台车，才不会死翘翘。为什么？圆形的那一台、啊，因为那个很坚固。对啊，它不是，你有看那一集吗？有啊，对啊，你要坐到那种吧，没错。然后就不小心有，然后就不小心藏进一个禁区，对，然后就遇到那些，就是那口不是最后咬那个球，对啊，然后爆了，然后就掉水，然后就掉到水里面。哎，你看那我们家，那我们家 HTC 那里。那里啊 ，HTC， 我看到了那个，真的，那里是我们家，嗨，这里是我们家，那里啊，白色，然后 HTC， 然后我们是家乐福啊，家乐福，哦对，旁边是白色 ，HTC 这样看真的蛮明显，对，特别超白的，对啊，那是我们家，其他没有 ，Hello， 刚刚有人在录，哎，又在那里那个场地，那个绿色场地，那是足球场吗？还是什么场？那。那足球场，应该是政大、啊，政大的上面啊，底下是政大、啊，政大上面啊。那足球场应该是政大。那足球场。然后这边看得到北二高、啊。拍两张，正江北。有人爬上去那里过吗？超恐怖。那边应该有吧？有，那有梯子，有可能要修什么东西？超恐怖的，像安科技，像安科技，安科技那样。还要有话我挥手。他挥手。这边看得到那个，累了，我不想回。因为我怎么觉得猫懒这次比上次漂亮？还是我的太久没来了？窗户变干净了，对啊，窗户变干净了。看我们家，嘿，你看长颈鹿。长颈鹿在哪？那里啊，那根柱子。哦，焚化炉。啊，我们学校在那附近啊。什么焚化炉？这长边啊？哪里啊？长颈鹿在。一大根，看不到。Hello， 哎，他们在都在看风景。其实还蛮漂亮的，叔叔。哎，怎么了？请叫我帅哥。帅哥，谢谢。他是从帅哥的想法。哎，你们真的没有礼貌哎。那就哦，对不起，没有礼貌。为什么那个城市中间后出来有座山崩出来，然后其他都是平的？不对。你说哪个？对呀，那中间有座山嘛，然后都是平的。地壳变动。我们家哪？这盆地。台盆地，对啊，台北版就是个盆地，盆地对啊，大盆地。那边都是山，然后那边的哦，那边是盆地，是盆地。那边应该是林口，你看到那个上面有房子，对，林口是台地啊。林口台地。对，那边感觉是林口。那边是海吗？海，这边看不到海。我们家这样看过去感觉很近哎。要到嘞，要算近啊，离木栅都到了。前站，我妈下车了，到站了。哦，这边看起来很恐怖哎，到了。站起来，不行，站起来哦。好，对不起。那你还站？动物园在哪？动物园在哪？这一站就是动物园站了吧？对，南站，就是动物园的尾巴。啊，好，我们要去动物园。耶，准备下车。走吧。我怎么不能坐到动物园站？这是什么？这是新的那间过门，对啊，你不晓得。
也会，也会。为什么不做动物园站？动物园站我们要从外面进去啊。你坐到最前面的话，你还要再走上来，然后再下去啊。对啊，可是你从这边就走出去了。对。对啊，你动物园的尾巴。嗨。动物园尾巴不是企鹅馆吗？本站不提供上车。你那么久没去啊？都不提供上下车服务。没有没有，这个可能还没到啦。有一站本来就是不停的。有这站原本有了，然后后来就没有了。那里有一台缆车在后面。哪边？哦，那是机房。这边可以下车吗？这边不行。这边不行。那你把玻璃踹开了就走。Bye.